开始啊，从哪开始？啊，想到上大学的时候啊，爸爸妈妈老的时候，我会赚大钱给爸爸妈妈。你为什么要赚大钱给爸爸妈妈？买东西。啊，这里是哪里？船。什么船？本特小，地中海游轮，地中海游轮。那你现在几岁？5岁。欢迎苏昌明。我长大，我要赚大钱给爸爸妈妈。那你几岁？3岁。这里是哪里？地中海游轮。不要吃手。你喜欢来坐船吗？喜欢。啊，以后要不要来？要自己以后自己赚大钱来，好不好？嗯。那你刚不想理那个人，现在他走了。你要吃他那瓜，他已经吃了。